六月的雪峰吹拂在毕业生的脸上，他似乎告诉我们，这几年来种下的努力已经准备开花结果。毕业不是结束，它是让我们走向一个更艰难。老师会来吗？更艰难的路。我希望我是能看到你表演。毕业，你们就好好表演，我相信老师一定会看得到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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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看到了吗？我们终于毕业了。你说过最喜欢我们的笑容，看，
我们笑得很开心。你的位置一直在这里，我们也一直在这里。